10月19日，京剧歌后蔡健雅举办全台唯一一场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签唱会。现场他除了分享新专辑的创作历程，也 live 演唱最新专辑歌曲。蔡健雅新歌《被驯服的象》由小 S 填词，歌词我就彻底被这谜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对照他现在的处境引起共鸣。当天蔡健雅就借此机会帮他加油打气。我觉得小 S 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女人，然后大家都是，我感觉大家很疼爱她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就是大家都好好的，然后我们就就是享受他的小 S 这个人，你知道，他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欢乐，然后最近又写了那么棒的词，所以我觉得他值得被鼓掌。对，另外谈到小 S 传婚变目前感情空窗的蔡健雅表示自己不想结婚，经常看到周遭朋友未婚时很相爱，但结婚后反而离婚，再加上他在感情上很容易怀疑别人，也容易吸引到不对的人，因此他现阶段十分享受单身状态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